大总统清德兄，你讲你要反对乌金，这个时阵支持国会改革，就是最好的反对乌金啦。过去八冬，把立法院变作行政院的立法局，行政权独大。恁甲想看卖，一个鸡卵会当甲咱赚几来亿？资本额偌济？50万。一个快餐小吃店，资本额偌济？20万，甲咱赚10多亿。疫苗几啊百亿，这也可无恐怖。这个国家将来要交予恁，各位少年朋友，3000亿、5000亿一直退去，人工拢是恁来担，这拢是人的钱，拢国家的钱，对银行拨的钱，就是拢恁的钱。你愿意台湾就安尼沉沦了吗？民进党因是身不由己，爱体谅伊，但是阮勇敢站出来，阮就是要拨乱反正。国会有监督权，能力，什么人执政拢同款，拢爱受到严格透明的监督。少年朋友，这是恁上爱的透明啊！无啥物叫做乌相，唔免抵抗，做困守之道，无多改变过去官商勾结甲贪污的事实。阮只是要甲官商勾结铲除。大总统，请到遐。你讲你要反对乌金，这个时阵支持国会改革，就是最好的反对乌金了。